肯定是有脊柱的，能摸出来，就是没有。但是不明显，好像。哦，这样更明显一些。对，这样。就是你的骨头缝宽是吧？啊，对，缝隙比较。随便，这弹簧一样打开的程度强。对吧？好，学会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不去，马丁老师的罗韧度还。 再造吧，你给他开发一下行不行？对，咱就没事了。我先准备了简单的动作，我就喜欢基本的。就是可以把脚放到脸边上，把脚放到脸边上行，最基本的。哎呀，马丁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真的，你要能做成这个动作，明年。 年的饭钱，我跟于老师包了，把车的钱我也包了，行，要送你辆车，送你辆车，行，你们俩说完策划啊，当然必须的，不能假大方，明天答应领导啊，送我一辆车，行，谢谢，嗯，好，谢谢你们俩帮我，啊，行好。没有办法，你这骨挺，你特高，腿挺长，哎，对啊，今天怎么回事呢？腿部都没到。对，其实这个动作是需要腰部的，但是我可以想一个不用腰，然后也能测试一下柔韧度的。还有，好啊，好呀，再来一个，最后一个啊。哦，哎，这个马丁可以做到，他腿不长，可以掰。 这可以，这不错啊！谢谢。嗯，谢谢。我们做到不算，你看啊，你们还剩一半了，看见没？来来来，加油！哇！你们两个一起啊！好，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不不用搬了，这样子。完了，我们两个的车饭又送不出去了。 其实人对于身体的控制，除了天赋之外，主要在于心。心到了，水已经就到了，车也到了，饭也到了。谢谢两位老师。